音乐 music。各位可以打开手机微信参与摇一摇的互动环节，每期都有两部 iPhone 6手机大奖，同时呢还有价值最高300元的充值话费送给您。那么本期的奖品由湖南欧林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请平身，谢龙恩。你们这词儿怎么还不齐呀、啊？王公公，哎，告诉朕，今天来的是何方啊？启禀陛下，这里是咸阳市泾阳县的安吴屯。这大过年的，带朕和皇后来到这里是何用意？皇上有所不知，这咸阳是中国第一帝都，也是古丝绸之路的第一站。你语速说的这么慢，是让导播多切你点的你的镜头吗？皇上，能让朕多说两句吗？快点说。其实泾阳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好看的景色，也能品尝到非常好吃的美食，尤其我们今天来到的安吴村，这里也是每到逢年过节，尤其是春节的时候，这个皇上我看一看词，大胆，连台本都记不住，息怒息怒，皇上下去掌嘴。皇后来到这儿你感觉如何呀？气病皇上。你还要气病了皇上？皇上我求您让我说普通话吧，陕西话说不利索。朕听说皇后就是咸阳人，还是说家乡话吧哈。气病皇上。还要气病皇上。这逢年过节这假假呼呼都要败诉鸡糟。哎你看啊，这城里的炮竹嘛啊，制出自传啊，太平曲子到处都洋溢着关中的特色。那既然在新春佳节之际，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各位爱卿们有什么样的祝福送给我们泾阳的黎民百姓啊。启禀皇上，臣等下了飞机闲来无事，特书写了几幅春联，哎，对，请皇上过目。好。腾的上联是安吴宝里红桃是火沐春风，那臣的下联是嵯峨山上白云如锦，乃应瑞气。好，这个爱卿是怎么考上科举的呀？字儿都认不全。来朕听听横批是什么。阳春三月。你认不认字？那是三阳三阳开。作为一个陕东人，我用陕西话我祝福，我祝乡党们。拿反了。反了。还不如我。泾河淙淙，欢歌放飞中国梦。好。好。下联是白马咚咚，擂鼓复兴华夏红。横批是国泰民安。好。好。吹的锣鼓声敲响新春的门，千家万户点亮了吉祥的灯笼，甜蜜的祝福在心中万里传送，发飞黄腾达的祝愿送
达每个人心中。欢庆的爆竹声带来喜悦成分，东西南北西青的锣鼓闹青春，万家灯火欢聚一堂，喜乐融融，为庆祝辉煌的明天欢唱同意，喜气洋洋迎新春，五星高照步步升，风调雨顺好年景，幸幸福福享太平。这首歌唱的热闹非凡哈、啊，听得朕也想跟着一起翩翩起舞。那钟爱卿正在这里给我一个肉夹馍是吧，也要考考你们，到了泾阳不得不看的美景都有哪些啊？禀皇上，嗯，臣以为这天下第一区郑国区是一定要看的。什么叫郑国区啊？那叫郑国渠啊。郑国渠是一定要看的。音乐 music，饮水灌溉的仙河，历朝历代不断完善，造福百姓到今天。郑国渠呀最呀最壮观，泾阳美景第一名。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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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这个郑国渠呢的确是泾阳的一大特色。嗯，单丝要舍旗，还要更旗太低。来，王系王总交给你们了。Viva la Messia! Viva la Messia! Viva la Messia!
他的爱卿还有什么要给朕介绍啊？你以为要说这美景还得说这塔呀，崇文塔。打竹板走上台，各位观众听我言，崇文宝塔砖结构，距今已有400年。这塔的高度87.21米，从上到下的层13，层层都是那八角结构，层层都是那博物馆。咱们站在了塔尖往外看，咱们敬仰的美景在眼前。中华的宝塔千千万，咱们崇文宝塔天下第一，美名传。微臣为陛下准备了一个小玩意儿，可以说与这崇文宝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是否喜欢微臣给您准备的这个小玩意儿呢？哎呦，王德惠的表演看得真是心惊胆颤呐、啊！今天晚上王德惠重重有赏，但是王公公，众位爱卿把他的椅子给他撤了。不要！皇上息怒，皇上息怒。你说，张帝。启禀皇上。臣给您推荐一景，你说是近在眼前，那就是现在咱们安武补的安武战时青年训练班。皇上，这可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事儿，您还没活到那会儿呢。大胆，都说吾皇万岁万万岁，怎么还活不到那个时候？朕要向天再进500年，咱们也穿越一把。来，李德友，下一款切，向前看，稍息，立正，队伍集合完毕，请您指示，敬礼。日落西山红霞飞，
咱是大八八音轨，八音轨，从前的红旗迎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一二三四五，就到四是吧？对，同学们好，教官好，今天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安吾战时青年训练班，现在可以向教官来提问题。报告。啊。教官。嗯。这里的训练苦不苦？我们毕业之后还能再见到您吗？小鬼。咱们那训练班的成立，就是要培养你和你。当然会苦，也当然会难，但是这些都不要记在心里，因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学们应该继续努力，等到抗战胜利那一天，我们再到安吾堡来相聚。谢谢教官，谢谢教官。同学们，我们也听说从我们青训班走出来的学员，有的去了延安继续深造，有的来到了敌后，有的则是冲到了抗日的前线，总而言之，为中国的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你黯然失去的光阴，又见过去岁月如歌的年轮，一页页一片片刻骨铭心的画面，我心驰神往，不懈的追寻，追寻我生的那份纯真，心中其实呢，从2000多年前的郑国渠，到400年前的崇文塔，再到我们看到70年前的青训班，这么多的天下第一都在咱们泾阳。除此之外啊，泾阳县还有着一个令人非常骄傲的天下的第一，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原点。所谓这个大地原点呀，它不仅是我国，也是乃至亚洲地区唯一的测绘基点。这么多的天下第一齐聚咱们泾阳，所以我们泾阳的美景，用陕西话来说叫泾阳的美景牛法嘞。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经济要低，三富民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泾阳美景留这里。你们好吗？你们好吗？哎呀，哎呀，终于穿越回来了，我特别开心。没错，
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第二篇章，聊聊美食。杨子觉得咸阳和泾阳之间的这个美食有什么样的区别？哎，这我得说说啊，因为这个泾阳呢是属于咸阳市下属的一个县，对，所以呢两地的美食其实是大同小异啊。比如说像这个苗苗面呀、肉夹馍呀，其实两地都有，但是泾阳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瓤火。哎，瓤火是啥呀？瓤火是用鸡蛋啊把这个肉馅儿给包起来，是泾阳的一大特色，其他地儿可没有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甑糕啊、花馍呀、搅团呀、水盆羊肉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泾阳的美食，除了刚刚杨子说的这些，还有叫四色美食。到底哪四个颜色，哪四个色儿？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一个游戏的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我们泾阳的美食。各位说好不好？好。来，两位转过身去，让大家看看你们的身后。这就是我们泾阳美食的第一种颜色。稍后他们两个人将在现场撕名牌，谁把名牌撕掉，谁算是获胜啊！如果要是赢了的话，就可以喝到我们这个红色的美食，就是我们这里特产的酿酒葡萄。两位的这个身材比例哈，差别很大。我高宝丽呢比较魁梧，嘿，好，哎，不错，哎，好。你看啊，宝丽啊。这个真不在身材高大与否，在于菱形的方法。飙高音儿，两位都是，一个是养育疙瘩，一个是西北歌王，高音儿唱的都很好。我们现场给大家看看，飙一下高音儿。你笑。江山，最后一句了，最后一句了。
说这轮算谁赢啊？都赢了，对不对？酿酒葡萄高保利贺东都可以喝掉。太好喝了，来一口干。哦，喝点我们的酿酒葡萄哈，酿出来的美味的葡萄酒也可以暖暖身子，味道怎么样？酒是凉的，心里很热。心里很热。两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泾阳的四色美食当中的第一色是红色。你们俩行不行啊？你们两个。两个大马猴啊。来，人言不得不说啊，张帝刚才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铃儿响叮当之势把你这个名牌给挠我，挠我，挠我的。你怎么能挠人家呢？你得咬啊。我们看看名牌后面，卖菜。下面的这个题目是张帝、人言，你们两个人将会到我们的观众席中去卖菜。3分钟的时间要把篮子里的菜全卖出去，如果卖不出去，大家说怎么着？吃了，好不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来，嘿，打起鼓来，敲起锣，提着篮子来卖货，这边的货啊，实在是好啊。西红柿呢，大辣椒，菜花萝卜，还有西葫芦，还有大蒜头。我跟你说啊，谁买了那锅菜，今天晚上我让他们都上你们家吃饭。别，你看我的菜群英荟萃，要您老100绝对不贵，请你尝一尝，请你看一看，吃到嘴里特别的脆，这个比那个脆啊！你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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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先尝后买。哎，怎么样味道？很好，很好。你觉得我们的菜怎么样？值多少钱？了得很。不是你，不是这一筐，我看您带多少钱，我就给你分配一下。看我看看，好，多少钱？再给个。3分钟时间到了，对，哎、胜利了！耶、哎！别钱了。跟大家讲哈，我们这一篮子蔬菜呢，真的拿到市场上卖啊，可不知道是5块钱的多少费了。不是，回头啊，记得把这5块钱给这大姐拿回去，好不好？没问题，好，来，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绿色蔬菜，谢谢，谢谢，谢谢。哎，哎，这太狠了，这个。不带急眼的。你不公平啊！不是我搭档吗？你是个组合，我们是一伙的，对。你好意思来就把苏丹给抱住吗？应该搂住。让大家看看名牌撕完之后是什么样的题目。喝牛奶，其实牛奶啊也是我们泾阳的一个特色。接下来呢，我们的礼仪小姐将会把牛奶拿上来，两位比拼一下，谁能够把牛奶一口喝完，好不好？哇，好多！我们就是这么任性，这一口能喝得完吗？一口干了哈。竞争是激烈的，友情是美好的，这样交杯吧。来吧。起哄的啊，让你们喝。不要不要，喝不完，喝不完太多了，太多了。今天场上来了一位特别厉害的人，他厉害到可以把这两杯牛奶不用喝的方式给他变没了。大家喝牛奶都是用水的，对吗？对。但是我不一样，我要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张白纸，看到没？一张普通的白纸。好，首先呢，我会把纸这样折一个。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漏斗里面是空的，看得到吗？接下来就用漏斗把牛奶变消失。来，给我仔细看。好，一般人喝牛奶是把它倒在嘴里面，帮你帮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好吧？先拿着。还有苏丹 ，OK， 来。OK。对，牛奶给我。一半没了。对，还有苏丹的牛奶，我也需要把它这样。苏丹的牛奶。对，苏丹。苏丹的朋友，仔细看，一、二、三，咻。谢谢。接下来，朋友们，仔细看，我要做的是把这位任嘉欣美女的100块钱变成两张，然后再还给您。正面反面，首先这样对折一次，再折一次，对，还是100。朋友们，一张变两张，对我来说轻而易举，这样轻轻的晃一下，再次打开，朋友们，没错，魔术呢已经表演成功，一张变两张，对吗？来，还给你。好，谢谢朋友们，谢谢，魔术表演到此结束，谢谢，再见。我们看看接下来是什么样的四色特产，有请的是杨子和王坤。人家刚刚啊都是同一个性别之间互相撕名牌，你好意思往人家身上掏然后再撕开？我就继续按着春月来吧。黑色，好，那我们就看看你们最后的题目是什么。来，三二一，撕名牌。来来来来来，队友撕下来的，没错。好了，我们看到撕下的名牌是黑色哈，来，两位转过身去，看看黑色是品茶啊。我们都知道泾阳的特产之一叫做福砖茶，特别有名。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所有的队员们，我们一起来尝尝这个福砖茶，好不好？来，李小姐，请上茶。好，我们看到每个人手中都已经拿好了我们泾阳的特产福砖茶。今天新春佳节哈，我们大家就以茶代酒，祝泾阳的父老乡亲们，也祝全国的百姓新春快乐。今天这梦想，过去的一切可以成遗忘，忘了失败，忘了辉煌，忘了丢了的梦想，因为今天我要为明天歌唱。哦啊，这一天那个不一样，睡个懒觉不起床，这一天那不一样，浪得放得忙，这一天那个不一样，看着新的阳光，忘掉忧伤，满身希望。这一天那个不一样，睡个懒觉不起床。这一天那不一样，工作繁忙。这一天那个不一样，看着新的阳光，忘掉忧伤，满身希望。
腾云，皇帝朝雨，舌尖上的美味，送我敬仰。刚刚呢，我们一起感受到了泾阳的四种特色美食，也看到了四个天下第一的美景，让我们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和这个美丽的村庄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不管这个美食还是美景，都是咱们美丽的泾阳人所打造的，所以说呀，最美不过泾阳人。今天有很多的嘉宾都来到了我们的泾阳的录制现场啊。对，你们觉得这些嘉宾里谁能够称为最美泾阳人？你们觉得美的标准是什么啊？如果单纯说这个标准哈，我觉得首先要形象亮丽，要养眼，其次呢，肤浅，太肤浅，要心地善良。你这太肤浅了，典型的外貌协会。我跟你说，你说杨子，美的标准是什么？首先他得有才华，其次得有能力啊，这才能美嘛。外表要好看，其实呢，内心也要有高尚的品德。那我们就看看这些嘉宾谁能够自称为最美泾阳人啊！哎呦，这个，哎呦，亲了一只羊啊！这是。来，让我们欢迎贺东哈，来，这是最美泾阳羊。羊。你认为你是最美泾阳人？是的。啊，为什么？你看我这形象，我这身材。身材怎么样？你说你有一米四几啊？啥一米四几？一米六几。一米六几。然后我这心地善良。心地善良啊。又有才啊。那为什么又牵着一头羊上来呢？因为今天是羊年嘛。啊。我牵着这只羊上来给大家拜年。呵。美。那你觉得你要想成为最美泾阳人，有什么样的绝活在这个舞台上呢？让大家看看。我会唱。会唱。对。唱什么歌？你说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唱什么歌？那今年既然是羊年，而且还把这个羊牵上来了，那就唱的所有的歌里一定要有羊字，好不好？好。呀，对对面呀，兵呀嘛兵排排走，哥哥那什么时候拉住了妹妹的手？有羊，还有别的吗？有啊，压了肚子，竖劲儿压，再倒来，他妈见了面面如意，哎呀拉花花儿。羊肚子手筋哈，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还不错。还有吗？有。继续。接下来我就不用唱的，那用学的。学的啊，还有这绝活呢，给大家学学好不好？先学什么？先学，那先从羊开始吧。怎么样？不错。除了羊，我还会学很多很多动物。还有什么？你说什么我就能学什么。牛，哞哞，你这是闹鬼呀、啊！你这还有更好的，我给你来个，我打手的啊。啊，好。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公鸡。哦，来来，我们。学的像不像不知道，反正长得确实很像啊。你才长得像，你知道你长得像什么吗？我长得有那么帅呢是吧？还有别的绝活吗？贺东，当然有了啊。你帮我把羊切下去。没问题，我给你来个拿手的。什么歌？嗨歌。妈祖
谢谢何东。陕西有八大怪哈，你这应该都算是第九怪了，唱的确实不错。大家说贺东能不能成为最美京阳人？大家同意吗？同意了哈。我不同意。这儿有不同意的哈。我不同意，坚决反对。你为什么坚决反对？我觉得论美貌，我比贺东漂亮。啊，对，那这是一定的。那这是一定的啊。我觉得论身材，我比他苗条。哦，对对对。而且我还有一个才艺表演。还有才艺表演。对，金琳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目前呼啦圈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大家好。你这个还真是碰到了一点挑战，何东。没事儿，我不怕。
什么叫做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金玲玲给我们诠释了。大家觉得金玲玲能不能称为最美青阳人？看来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哈。我不同意。来了一个不同意的洋人啊。大家好，我叫汤姆，来自新西兰。来自新西兰的汤姆。是。杰瑞呢？还在家养孩子。还在家养孩子。Tom and Jerry， 那跟大家说说，为什么 Tom 你可以称自己为最美金洋人？早在1000年之前，嗯，古代的丝绸之路从咸阳出发了。丝绸之路从咸阳出发。就是。嗯。把中国文化带到西方了。嗯。今年中国又打造新的丝绸之路。没错。我愿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使者。嗯，使者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梦想。我今天特地带了一支车队。带来了一支车队。就是。哦。为了他们来了，为我加油。可以打开手机微信参与摇一摇的互动环节，每期都有2部 iPhone 6手机大奖，同时呢还有价值最高300元的充值话费送给您。那么本期的奖品由湖南欧林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其实刚刚的这三对啊，都说是最美金洋人，这都是我们安排的托儿，他们呢当然也很美，不过其实在这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看到金阳的各行各业涌现着那么多的好人好事和先进代表。今天我们把真正的四位最美金阳人请到了现场。这四位呢都是在各行各业做出了突出成绩的最美金阳人。我代表我们村3300名父老乡亲，祝全国人民生活幸福，身体健康，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谢谢，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有请的是中共泾阳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张卫为我们送来新春祝福。我们泾阳县关中白菜心，金水泱泱，美丽富饶，红色热土，民风淳朴，丝路起点，改革奋进，泾阳人民愿意与全国华夏儿女共同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谢谢张县长的祝福，也谢谢我们这四位最美泾阳的人的祝福。在最后，我们一起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不管过去了多少岁，留下了一望无际长征，还有身边这条黄河。向山沟水珠流逝的岁月，黄沙茫茫满山不安，不见我的童年。我抬头向青天，搜寻远去的从前，白云悠悠，尽情的游，什么都没改变。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
是也没有一杯水美。哇，谢谢。来到了美丽的军粮，可以听到地道的歌声，尝到最地道的美食，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最最浓郁的关中风情。是的，依托着咸阳这座千年帝都啊，京阳的历史和文化是源远流长。随着这个新丝绸之路的打造呢，京阳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京津要地啊，将焕发出它新的生机。是的，那么值此新春佳节之际啊，让我们祝福京阳在未来的征途上，让我们相约京阳。其实啊，节目快要收尾了，但是此时此刻各位千万不要忘了一个重要的人物还没登场呢，来，有请。可以打开手机微信参与摇一摇的互动环节，每期都有两部 iPhone 6手机大奖，同时呢还有价值最高300元的充值话费送给您。那么本期的奖品由湖南欧琳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皇帝诏曰：“奏边千山万水，琢磨琢磨，还是京阳最美。”还是京阳最美。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视网、农视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同时欢迎登录央视网浏览查询。各位，再次感谢各位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祝各位新春快乐。